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看看我送出去的小狗，看看这小狗，哎呀，一个人独占了这个狗窝，这个狗爸爸对他真不错，把自己的狗窝都留给他了，啊，自己呢就在后面啊外面住了，今天给他带了一根火腿肠啊，还认识我，啊，跑出来就吃了，给他喂熟一点吧，免得长大了不认识我，每次走到这来就会叫，就麻烦了。到时候我会气死的，所以给他搞好关系吧。好的，这个黑狗狗爸爸对他真不错，自己的窝都不睡了，留给这小狗睡，自己跑到这个窝外面睡去了啊，真是有父爱呀。我来检查检查，看看这几天有没有变化。哎呀，吃的还是很不错的啊，也没有瘦啊，自己还混了一个铃铛戴到脖子上，一看就受主人的宠爱呀。好了，就在那吃吧，我就回去了啊，自己要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啊，你是个看家狗啊。结果怎么又跑过来了，他叼了一个火腿肠纸，感觉又舍不得我，又舍不得这个火腿肠啊，连这个纸都叼过来了啊，看看跟我亲热的，还舍不得我走呢。看看一个破这个火腿肠皮子都舍不得扔啊，一直在这吃，搞得都好憨蛋的样子啊，把它扔了了都不行啊，啊，一直要咬着不放。看它这么可怜，我来给它带回去，再给它一个嘛。看它已经都跟过来了，本来都是送出去的狗啊，这下被我屁的又屁回家了。喂，我的妈，狗吃饭怎么这么凶啊，嗯，你看我的手，破狗子咋这么凶。这个小破狗吃个火腿肠啊，连我手都马上都要吃掉了，感觉这个火腿肠和我的手指头是不是长得都差不多呀，赶快我给它带到窝里边吃，让它自己吃去吧。感觉这个小狗好可爱呀，这么短的腿，这么小的个子，跑的也是呜呜叫的呀，居然也能追上我啊，真是厉害呀，这个小狗以后肯定厉害呀，敢下口啊，啊，都咬到我手了。这么小的狗应该牙齿是非常干净的吧，咬到一下应该没问题吧，叫那狗应该被咬一下没什么事。我来给它送到它自己的狗窝吧，啊，现在它都属于别人了，应该为主人家好好的尽力守门啊，不应该乱跑了，应该守护着你的领地。你看看还跟我调皮捣蛋了，火腿肠都给它搬到它跟前了，就是没有眼睛去看，非要我把它抓到啊，眼睛就对着这火腿肠才知道才能看得到。这个小狗被房东领养了，感觉也挺不错的啊，反正每天都能看到它，它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跑到我仓库里面跟我玩啊，饿着了或者渴了啊，我能给它喂点食物，感觉也挺不错的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